好赚了。那现在这个行情哪里会好赚？只要不亏，我们已经很庆幸了啦。然后我们就希望说，日子久了会养一些客人起来，然后才讲到收入那一方面啦。我现在不可以，没有期什么期望到那个高收入没有。大家好，我是 John Yeo， owner of 亚南板面啊。那我们的板面 store 是在直路布兰雅德罗邦嘎 drive 大牌79，然后是0129。我今年45岁，我都在这行做了20多年了。我学徒的时候是在酒楼啦，香港市的酒楼，然后在那个本地市的大酒楼工作过，然后后来呢就有机会到新加坡的那种大酒店啊。就是瑞吉酒店啊，然后威斯汀酒店啊，就是当厨师咯，然后我是在那个瑞吉大酒店里面当窝头啦，窝头就是炒锅啦，炒锅。过后在2013年呢就有机会参与威斯汀新加坡开幕，然后我就会当这个宴会厅的主厨啦，在当中呢当中我就有机会要升为行政副总厨啦。为什么会想说要做火锅呢？回馈社会了吧，可以这样讲，就回馈社会吧，就是想把我所学的东西分享给这边的居民哦。然后我就是在今年的3月份离职，今年的3月份离职，然后来开办这个亚南板面哦。亚南是我的 partner 的名字哦，对，他的名字叫亚南，所以我是希望把这个 brand 打起来了，我把那就是在里面那位了。我就是想把这个品牌打起来，就有一个比较 unique 的名字咯，亚南是会比较亲切一点啦。可以讲是渊源啦，因为我的祖籍是在福建嘛，福建呢我们有做这种板面啦，然后就是我以前家传的 recipe 啦，就是家传的那个秘方啦，然后我就想把这个板面呢提升到比较高级一点的水准咯。然后就大众化的价格，现在这里的居民都可以享用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也是融入我之前所学的，很像我们的那个手打肉圆我们是用新鲜的那种猪肉每天制造的，就是我们自己手工做的啦。OK， 然后就是那些虾米酱啊、辣椒酱、干捞酱啊，我们都是用那种虾米来制造的，那些都是要有基本功才能做得出的那种虾米酱啦。好，然后那些蘸酱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会用好的迷你哥，然后就是蒜蓉，来提鲜呐。在这个板面里面，很多都是融入了我之前的经验呐。对，我们汤头是我们自己熬出来，每天熬出来的，最少都有4个小时的汤头。就是我们有加入一些干的海鲜哦，就是我不能讲出来的啦，除了很基本的那种酱鱼仔海鲜，我们还有放入其他的那种干的比较高级的海鲜口味就是有一点五妈咪的味道，就是一点干海鲜的那种香味啦，我们叫做五妈咪的味道啦，然后就是不会说很咸清淡，淡到来也是有那种柴鱼的味道啊。对，所以我们的汤头呢，你们可以放心的喝，不会口渴的。没有放 MSG， 没有放 MSG 的。我们的招牌菜是我们的4号干捞面，干捞板面。那干捞板面呢，我们用了我们的虾米酱，然后还有那些海鲜啊，比如虾啦、炸鱼啦、炸云吞，还有我们的手打肉圆啦。收4号，你们可以选可以一次过吃到很多的料。我们的炸饺呢，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啦。所以我们有两个口味，第一个就是洋葱芹菜的。然后是那个黄皮啦，就是我们的云吞皮，然后说里面会有洋葱，会有芹菜，还有新鲜的印尼猪肉。然后另外一个5号呢，就是我们的那个韭菜炸饺，那个也是我们自己做的啦，说我们会用白色的水饺皮来做。然后我们还有水煮的那个饺子，是我班呢每天制作的啦。那我班呢，在中国是做那个水饺啊、拉面的老师，所以他这个方面他比较擅长一点。然后那个酱油呢，是我们用
高级的那种黑酱油来制作的，还有用那个陈醋啦。对，我们会用那个材料会比较成本会比较高一点啦，所以我们的那个赚的波费就没有这么高了，无所谓啦，就是少赚一点无所谓啦。对，就希望能有多一点的客源哦。然后我们还有卖一些比较健康的米粉啦，米粉我们是用新加坡制造的那种糙米粉的，所以比较健康的选择。它的口感哦是不会粗糙的，就是很像那种细米粉一样。我们的那个面类有板面，然后有幼面，有面粉糕，然后还有基本上比较普遍的就是那个意面、可口面，啊，就是这些比较多一点的选择的面食啦。遗憾不会有遗憾啦，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嘛，所以时间会长一点哦，然后休息要自己安排咯，为了大众能试到我的面食，我觉得牺牲是应该的了。对，一路来都要保持乐观啦，我们做人要保持乐观啦，不管做什么都好，不管你是打工也好还是自己做生意，心态要好，要乐观，然后要诚实了，这是最重要的。最 enjoy 的就是看到我的回头客，然后就是说也有些客人会说跟我们讲说哦，你的汤不会太咸啊，不会什么，但是我们要接受了，然后我们再慢慢去改良哦。最开心的就是有我的 customer， 我的 regular customer 回馈说我们的食物好吃，那是我们最开心的。最讨厌的啊，最不喜欢也是可以的。最不喜欢的就是早上要很早起来，那是最难受的。以前在 restaurant 不用吗？以前就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哦。啊，我们在 restaurant 工作就是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然后自己做生意呢，没有办法，你要起早来准备很多东西，因为小贩哦只有两个人在工作，所以我们的预备功夫呢就很多。现在会比较好赚吗？好赚。那现在这个行情哪里会好赚？只要不亏，我们已经很庆幸了啦。只要不要亏本，能免定下去哦，够给房租，然后我们有一点薪水哦，然后我们就希望说，日子久了会养一些客人起来，然后才讲到收入那一方面啦。我现在不可以，没有期什么期望到那个高收入，没有，就很感动那些经常回来光顾我们的 customer， 就从我们开业到现在啦，很支持我们，真的很感动。如果没有他们一直回来支持我们，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维持到现在。我还是会选择做小贩，因为我觉得在小贩中心呢，你可以分享的更多让更多人吃到你的食物啦，因为小贩中心人潮比较多一点嘛，也比较大众化的人也可以吃到你的食物嘛。所以我就想说，将我毕生所学的东西回馈给社会了，让更多的人能吃到廉价的高级的板面。